前几天我在互联网上看到一段视频，很多网友关注和点赞。这段视频是从中国空间站沉浸式俯瞰地球。我想说的是，这是中国科技创新的一个生动的缩影，也是中国科技发展为人类进步做出贡献的一个例证。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科技创新，将创新作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，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。中国已经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，量子信息等新兴前沿科技成果不断涌现，人工智能等新产业新业态蓬勃发展。中国与世界各国开展的联合研究和科技合作，也为提升全人类福祉、应对全球性挑战做出了重要贡献。我想强调的是，科技创新是人类发展进步的成果，没有任何国家可以独享，更不应该利用科技优势打压、遏制别国发展。脱钩断链是一把双刃剑，伤害别人的同时，也会损害自己的利益。中国不赞成脱钩断链，脱钩断链也无法阻挡中国的发展，因为我们的发展始终是建立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。中国的科技进步不会因为任何限制打压被阻挡。